卫生署嗰个轮候时间咁长嘅时候，其实会唔会话佢哋即系中途会恶化，或者令到佢哋就系嗰个情绪系受到咁严重嘅影响？几个皮肤病咧都会引起情绪嘅影响啦。咁但系当你睇医生，医生或者冇咁多时间可以同你理解嗰个病对你嘅影响咧，那个原因都好大啊。譬如公立医院，佢一个session 可以睇幾十個病人，咁佢每一個病人可以見醫生嘅時間有幾多咧？咁個醫生有冇時間去理解嗰個病對佢影響？呢個亦都好緊要啊！即係話，亦都係皮膚科醫生人手不夠造成㗎啦。